近十年他都不觉得那一里路很有问题，而且他这样多等几天多等几个月，他就开始在那里在那想办法解决。如果他把他这种急性子发挥在国政事务市政府的时候，我相信我们早就成了这种好不好。所以我就想回去到这个马小彤似乎的，除了很大力的事情，还有包括马又讲的，原谅你呗，就已经在这种原谅你，你还不懂不懂原谅你，你现在有个孤悲情节，我啊我不想，啊我很难跟大家解释，可是我们的心声真的是，对，那种激情太多了，直接一输吧一输。就从不同的角度有，是对我来讲，我是明白他这句话的，但是我自己觉得他这句话，今天我遇到马来人的时候，我会跟他讲说，如果你好影响一大堆人，你要怎么办？你怎么办？哇，你那今天怎么办？